小朋友们你好，现在我们要做华文的练习。先拿这一本书，华文作业本，然后去拿铅笔和彩色笔。打开第30页，找到了吗？好，沿着虚线把星星画出来，然后涂上颜色。来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跟着点点画星星。来，好，小朋友们，来，我们先数一数有几颗星星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有五颗星星。那小朋友们，星星是什么颜色呀？对，是黄色。来，我们涂颜色，拿黄色的彩色笔。好了，好，接下来根据词语圈出正确的图。小朋友们，这个是什么字？对，星星，星星。来，哪一个是星星呀？第一、第二还是第三？对，第二，把星星圈起来。好，这个呢是什么字？下雨，下雨，哪一个是下雨呢？第一、第二还是第三？是第三吗？不是，是第一。来，把下雨圈起来。好了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哦，心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，心，心。好，我们一起写啊，心，树。横折，横，横，撇，横，横，竖，横，心，再来，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撇，横，横，竖，横，心，竖，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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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，横，横，撇，横，横，竖，
横、心。来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继续写到这里哦。好，小朋友们加油，再见。